好，我是鞠婧祎。做偶像的话，初心其实就是舞台嘛，所以每一次舞台一定要好好珍惜，好好发挥，让每一个舞台都值得被纪念的。我的野心就在于，就要求自己要做得更好。对，要做就做最好，要成就成第一。不管我是作为歌手还是作为演员，我都想要往更好的走。就是什么事情你就一定要低调，然后你要脚踏实地，一步一步的走嘛，就是踏实一点。偶像真的有责任，有那个义务去散发自己的正能量，让大家感受到。因为现在很多人都觉得，偶像喜欢的我也要喜欢，他们在追赶着什么，我们也要去追赶着。所以我觉得，就趁着这股力量，我一起去弘扬一件东西。大家总喜欢立竿见影，殊不知努力的重要。所以我做什么事情，我都一定要努力尽到自己100%的去投入这件事情。有些事情你不努力，你怎么知道能不能成呢？好好努力总是没有错的，好好耕耘才会迎来收获的季节。你要知道，这个世界是公平的，你想要得到的就得学会付出和坚持。毕竟这个世界上没有横空出世的运气，只有不为人知的努力。粉丝会只要喜欢你，你怎么样都好，但是呢，就是你要知道自己到底好不好。其实我觉得真正有能力的人是这样的，绝对不要接受别人给你的一些优待，就是一定要靠自己上去。你能接受失败吗？人生都有很多失败啊，当然能接受。因为你成长的一路还有好多要去经历的呀，就还有很多事情你都还没有经历过，怎么能成为很好的人？只要越来越好就行了。为什么那个时候想做演员？我的梦想就是唱歌跳舞，远大的理想就是做演员。迦南郡主大，女子又如何？我是先帝亲封的郡主，胆敢对我无礼。弟子白素贞，是峨眉山上一条白蛇，幸得菩萨以仙露点化灵智，如今终于脱胎换骨，弟子愿摒弃红尘，皈依三宝。我想参加大赦礼，不是为了我，是为了天下女子，更是为了一个公平。噔噔，这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那么普秦王府莫非我秦王妃的住处？情深，好一个抗力精神，你起来，你说话。我从小的愿望就是嫁给奉天意，他是羽皇，我便是命定的皇后。我一直没有离开你，我一直在等你。我不想再让别人来左右我的人生了，是非对错都无所谓，我会为自己的选择负责。可能是命运对我的锤炼吧，让我知道自由是多么的珍贵。人只有自由才拥有明天，我只有自由才能替爸爸报仇。宇宙会给我打开另一条道路，但是我不想让你遭受不幸。我要改变我的未来，即便说我的世界里再也不能跟你相遇。票数是277781.3票，他的名字是
年度飞跃歌手，微博年度进取艺人，年度跨界艺人，年度新锐电视剧女演员，年度风尚歌手，年度最具突破艺人，鞠婧祎，鞠婧祎，鞠婧祎。那你用一种颜色来形容自己，你觉得什么颜色比较合适？我只知道我的应援色是蓝色。谢谢我的粉丝，谢谢你们，说谢谢平台的认可，然后呢，以及一直支持跟信任我的粉丝，所以我会继续带着这份感动走向更好的地方。愿你的身后总有力量，愿你成为自己的太阳，愿你用住时光爱上彼此的模样。诉说着那些疯狂，有梦想我来陪你收藏。我今天还看到了很多陈早已经在剧场演出的时候的一些粉丝，你们可能以为我忘了，不会忘。说着那些疯狂，有梦想我来陪你收藏。我要向着更好更高的地方去走了，但是我没有离开，我还在。